三战两胜制的第一场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好，你捡到球，接球进攻，传给外场的陈星，直接出手臂，把对方的主将那于承兴要决定，他可以决定要不要进场，但他决定进场了，所以他们的外场剩两个名额。红队，我觉得红队这个决定有点冒险，来，因为女生在外场的攻击力道确实没有男生来的有威胁性，所以他只能够传回去给内场。对，哇，结果于承兴一进到内场就把黄队的一人给打出场了，不要看，进攻了，所以他决定进场是对的。但也要看接下来外场能不能够把握机会。不要急，女生。红队的内场男生都在叫小报要传球啊。没错。位置。但是他们也要看好位置哦。位置。如果太大力攻击的话，他们也会捡不到球。哦，玉飞这球补得很好。好，两分钟了。哇，这个飞扑魂羽飞令人感动啊，飞传球，球没有让他出界，俊的攻击，我发现俊的球会转哎，所以目前是黄队啊内场多一个人哦，黄队要优势，时间要掌握住，把握住，内场会躲啊，被毛起来攻击，剩下最后的一分钟了，接每个都要准备，但红队必须要把球权你的攻击被接住了，谢了谢，攻击手红队的机会，撞撞闪过，三十秒，好，剩下最后的二十，被打到了，红队要赶快去拿到球，不然时间很快就过了，哇，红队想要拦截，结果呢？探知。没有能够成功啊！比赛时间到。吕晨星的出手，想针对女生来做攻击。我有投着一个帅气的击球，动起来，位置。看一下内外场的配合。哦，阿梅拦截到击球，位置，不要急，传给外场的于晨星，结果进球，阿梅不急，小心一下力道啊！而且他是打篮球的，对，他是打篮球，抓住那个球没有出界了，急一点，传球都要小心一点，抖抖的。小豹的出手再传给于晨星，攻击彭尊，哎，小豹打到彭尊了。现在两队呢，内场人数啊，喊出来。哇，那接球太大声了，壮，完全没有怜香惜玉的啦，这球不要慢一点，看位置，不要太早，很扎实，先给就赶回中，位置，凌厉的攻击，哇，曾毅翔刚刚闪得非常的漂亮，不要急，一样会闪，黄队真的是很会闪球。近距离，黄队要找时间拦截球，不然这样子也不是办法。对啊，但是被红队的攻击狂轰滥炸的感觉。不过呢，他们也闪得非常好。夏普良其实在外面非常的忙碌啊，相当辛苦，到处飞奔。来，回去，黄忠，不要回中，快点，五秒。但是外场的攻击其实非常重要。对，打到主将区。把对方最强的攻击手砸下去了，不要急，赶回中，不要乱掉，机会，哇，这么近，躲过了于晨星，这个躲得漂亮，躲得非常好，拦截下来，不要急，再次放慢，拦截到，剩下15秒，五羊高等回去。掌握节奏，靠着影侠，很大幅度的5秒钟，对，很好，先接球，高的，已经拦截，好，剩最后倒数2秒，1秒，时间到。第一场比赛，红队的节奏掌握的非常的不错，调整的很快。
对对，一翔对，就这样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哇，不断的内外场的配合。同队现在这一场多了比较多沟通。漂亮，漂亮，再来呢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完成了。谁球？啊！哇，削到了文宇森的头发。哇，裁判看很仔细耶。外角。削爆！哇，这应该非常。不要急，换阵慢。比赛还剩下1分05秒时间。红队人数专注，专注，专注，成为人数红队领先一个。但是红队又把女生留在外场。啊！小壮壮，小壮壮，战局逆转了。不要放掉，不要放掉外场的。但人数领先的三个人只剩下最后的38秒。哇！准备准备！现在的红队是拥有绝对的领先优势。黄队海鲜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先赢！海鲜的球权又回到了红队手上。5秒，5秒，最后的没时间了，黄队。哇，最后剩下5秒了，一个人可以持球5秒钟。哎呦，差点出界，最后时间到，欢迎还奋勇想要打五人。哇，这场比赛红队演出逆转，太精彩了，红队。台长，刚才大家真的都很棒，女生没有出局的。然后雨菲你很棒，然后你们大家都闪得很漂亮，最后配合都很好。这一站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的，没有一个是没有做什么事情的，全部都是一起在场上一起赢下这一场重要的比赛。先恭喜你们，下午我们还有一站。好，我们不要开心一半，我们开心到全程，好吗？快！快跑！